大家好，我是奶爸。今天呢，我一个人在 T4 长野的机场录什么影片呢？可能会有点无聊哦，就是跟着奶爸呢一起去出差，一起去录一个打工的日常。可能看到很多朋友呢都有录一些打工日常的影片啊，就觉得可能奶爸也可以录一个身为 project manager 要出差录起来，给老婆知道我这一天到底过得怎么样。过完了关卡过后呢，现在我要准备去吃早餐。这里呢跟好几年前开张的时候一样，都是蛮舒服的，椅子蛮多，桌子蛮多，还有给你一个地方去充电啊，觉得还不错嘞。吃早餐之前呢，带大家去逛一圈 T4 吧。我印象当中这里会有养鱼，鱼还在不在？哎，还在嘞，真的嘞，那些鲤鱼还在，不错不错，还活着。哇，这里呢还是跟以前一样哎，都保留着这些店屋的那种设计啊。而这里呢就是应该就是餐馆啦，以前我记得我有去过这个 Heavy One 还有 Curry Time 去吃东西，上面呢这里还有一个 screen， 赞，弄到蛮不错嘛，咖啡、面包、鸡蛋。发现了一台机器，不懂能不能玩呢？ Press the start button，是这里吗？哎，真的能玩呢！哎 ，Pac-Man， 哎，蛮不错嘛！哎，可以吃吗？啊，应该可以吃。反正就是这样子来遥控它，然后就去吃那个鬼。My God！竟然输了。来到了 G2， 这里呢空无一人，不错。飞机呢还没有来，天开始亮了啊。而我呢刚刚玩了游戏，有点想睡觉啦，所以呢现在呢我就趁机休息一下，小眠一个30分钟吧。闸口在这里应该不会进不到去吧。其实好像还没有说我去什么地方工作吧，这次会去吉隆坡 KL， 一个蛮熟悉的地方。这次会去一个5天4夜左右，所以就辛苦西门吹雪啦，要他顾着两个孩子，所以我就可以去安心的去工作。等一下呢，一到吉隆坡过后，应该就是马不停蹄的去展开我的行程，有点挑战，加油吧。小睡一下，然后也补充点体力。休息了一个小时，处理了一些公事，现在要准备去上飞机啦。没有时间吃饭，现在已经12:38了，已经吃到了，打包了 salad 还有 juice。 这边呢总共马币38块耶，不便宜耶。所以现在我要准备去那个办公室，等一下工作我就不拍了，看一下有什么机会再拍一点小片段吧。会继续忙，从今天的12:40可能会忙到3-4点左右，
查情况吧。现在呢，人在 office 终于忙好了，我呢在吃着我的 client 买的鸡饭，再配上德冰麻炒鸡饭，麻炒鸡饭很好吃。马来西亚的鸡果然是不一样，真是特别好吃的，它的鸡肉很嫩，感觉就像那种干崩鸡根一样。说、so, 赶快吃午餐，然后呢我就要去开工了。谈一下 project manager 该做点什么东西呢？ project manager 我的话呢，大概就是 client 给我们一个 project， 然后我们就去把它完成。说了等于没说。老板的工作呢，就是在建筑方面成为一个项目经理，帮忙客户呢去完成整场工，所以现在呢就比较轻松一点，就把它完成了整个办公室，要让他看开心，要他们接受我们工作的进度啊，所有的东西基本上应该是蛮顺利的。这个就是出差该做的东西，很忙碌。你可以看到现在这时间已经是4:25了，基本上我们到这个市区的时候已经是12点多，4个小时就是马不停蹄的一直在开会啊，一直在工作。同时间内呢，也是要享受工作的给我们的挑战。客户还在里面，先没决定吧。OK， 来个很简单的 room tour 吧。门口一进来这里呢就是一个小走廊，这里呢就是冲凉房和厕所啦，就是蛮简单的，该有的都有啦，只是没有浴缸而已哦。走过去就是有一个双人床，这边有一个衣柜，很简单，电视机也是小小的，地上呢就是地毯，唯一的缺点就是地毯吧，我觉得如果是木的地板的话应该会比较好，或者是瓷砖的地板也比较不错。这边呢有个工作桌，那个有个吹风筒，这里呢应该是一个小冰箱啦，很简单很简约。商务用途的话呢，这个房间是绝对足够的。4:58终于回到房间啦，现在呢我就要处理一些公事，之后呢我再去吃晚餐吧。现在时间来到6:30左右，现在哎怎么眼睛红了呢，没关系啦，现在我到楼下的商场啦，就准备吃我的晚餐啦。Hello, one person. Thank you. 我的午餐来啦，有 sashimi, sashimi crab roll, unagi, 还有 salmon 满袋，不错啦，简简单单，就这样就一餐咯。回到来了，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10点钟，刚刚吃到东西过后，我就去逛了一下街，去走走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要买的，然后也休息了一下。现在呢10点钟呢，就打算去做我的收尾工作啦。今天真是过得非常的充实，早上呢一大早就要奔波劳顿去坐飞机啊，然后就处理公事，到了晚上过后呢，现在还是要处理公事这个东西啊。呀、yeah, 对了，没办法啦，出差就是这么的忙碌也、yeah, 很庆幸是有机会可以出差到我最熟悉的国家马来西亚，蛮好玩的，也拍了这个影片去分享一下我自己过得怎样，分享给你们啦。如果你们对这个昂哥去讲去处理这个工作去出差的一天的行程的话啊呀，帮忙也给个赞吧。虽然我老婆喜文水水看了这个影片过后，她一定是会跟我讲这个是一个废片，但也没差吧，他至少可以看得到我到底今天做了什么东西，我没有去鬼混哦。OK，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影片，记得帮我订阅、分享、按赞。我们每个星期六都会准时上片哦，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还有小红书。还有，如果你对这个影片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看法的话呢，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说吧。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哦，拜拜。